Hello， 大家好。喂，Benson 你好，你稍微坐后少少好唔好？大家个头咧要有咁大细，尽管我知道你个头咧同埋额头咧系大啲嘅。OK， 你系属于聪明嗰类啊，额头宽啊嘛。唔系，蠢又蠢又蠢。唔系啊，系聪明嘅。要谦虚。我就唔识咩睇相嘅，不过咧科学上嚟讲咧，如果你额头宽啲咧。你的腦自然是會大一點啦，咁咧就腦大自然聰明啦。我哋人類咧都經歷過，即係唔知幾多萬年前咧，就有一個叫腦袋革命喎。我大家去查下，有本書叫做《Sapien》咯，《A Brief History of Mankind》啊。咁咧叫人類大歷史裏邊提到咧，其實人類以前冇咁聰明嘅，不過咧就唔知點解咧食咗啲乜嘢越嚟越聰明，個腦咧越嚟越大，大咗唔知幾成嘅，所以要先至有今日嘅你。同埋我，咁當然你聰明啲啦。好，今晚揾你上嚟咧。啊，今日3月15日嚇，但係無論邊日都好啦，大家記得咧，係即係訂閱我哋彌敦道嘅頻道，係好需要你哋訂閱你哋嘅支持嘅。咁亦都介紹你哋嘅朋友咧，係去訂閱啦。咁仲有咧Patreon， 你哋加入啊，而家多咗人加入Patreon啦嚇。OK，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喺訂閱我彌敦道嘅時候咧，喺YouTube 嘅右下角畫面有個鐘仔嘅。你 click 埋佢，咁咧以後有新節目咧就會自動通知你噶啦，唔係一定要睇 Facebook 嚇。咁啊，當然 Facebook 嗰度咧亦有一班朋友咧係睇緊嘅。咁啊，請你哋 like 啊 CLS comments 啊 like 同埋 share 同埋 subscribe。OK， 好啦，即係今日3月15號星期二咧做一個特別節目。咁啊，點解咧？因為我尋日咧都同阿 Benson 商量過，而家香港咁多大事，香港、中國同埋國際上咁多大事。即係好似咧呢個世界大，好似世界大亂咁嘅款喎，我俾張圖你睇下啦 ，picture and picture 啊，好啊，呢度唔要啦，好，嗱，阿 Benson， 你依度可以啊，可以你可以嘅，你可以睇下啦，OK， 好，我話叫混沌3月大尖星。上個月2月揾過你啊嚇，講即係農曆新年啊，或者之後嗰、那個世界嗰、那個即係喺呢個星座之下有啲乜嘢移動？咁上次咧係講到俄羅斯入侵嘅 ，OK， 入侵烏克蘭嘅。好啦，咁啊過咗即係幾個禮拜啦啊，即係其實過咗兩個零禮拜，打到第19日啦啊，咁咧就俄方並未咧係按照佢原定計劃咁樣取勝。呢個係事實嚟㗎，即係無需爭拗，佢攻唔到入去，烏克蘭亦都冇投降。
OK， 談、嗯我哋喺畫像上見到咧，就係、是、俄軍亦都傷亡不少嚇，唔、可以話傷亡慘重，係傷亡不少。咁另外咧就係話咧，其實嗰、那個其實俄軍咧喺呢方面咧，即係烏克蘭咧，亦都唔係話徹底將侵略者係趕出國家嘅。咁呢個就係國際嘅形勢啦。咁啊，翻翻嚟即係中國咧，就而家咧今日咧有幾好似4000或者5000宗嘅感染嚇。咁啊，自武漢肺炎以嚟咧，兩年前武漢肺炎以嚟咧係最嚴重嘅事件啦。啊，深圳、即係我哋毗鄰嘅城市，1400万嘅人口咧係要封城7日啊。咁咧就聽講有朋友講，可能係局部嘅話，佢哋係即係 well prepared 嘅，即係你中唔中意呢啲咁即係冇人權嘅方法都好啦嚇，佢哋一早預備咗。深圳係做得即係因為佢南方最重要嘅城市，所以咧佢係做得係特別謹慎嘅。咁啦，翻落嚟即係全中國咧就日日咧就係、是、各省市都出現咗呢個官方報嘅即係幾千宗啦，可能實際上係唔止嘅。咁另外咁我哋已經講曬咯，香港咧今日咧就有27000宗。OK， 死咗都係200多人，主要都係老人家啊，咁即係一件好悲哀嘅事啦。咁而家睇到就話，哎，我唔講咁多啦，交翻俾你啦。喂，你又點睇咧？三月係咪預咗都係咁樣，即係所謂香港、中國啊，世界都係大亂噶啦。OK， 仲有因為咧依、這個戰爭嘅關係啊，油價急升啊，即係進一步咧係令到美國嘅通貨、全世界通貨膨脹咧向上升嘅，咁點算啊？OK， 好啊，阿湛咪教咗俾我啦。咁第一樣嘢就係、是、我覺得無論個世局點都好咧，我覺得睇依個節目的朋友咧，無論係喺香港或者喺海外嘅香港人咧，我覺得喺心態上邊都要有一個相當大嘅調整嘅。咁我諗依樣嘢，我自己同我嘅朋友都講咗兩點，心態大嘅調整係乜嘢咧？第一件事就是你覺得兩三年前再數回下去那近十年時間的所謂好景，或者所謂那個即是賺到錢，或者個樓價升，你苦心自問是真還是假呢？是真還是假？如果你說、啊、我不理的了，總之我都是走肉人生啊，或者甚至是我都是太平盛世先生存到啊，如果你動盪啊或者戰亂的話呢，我不如自殺死就好過啊，咁呢個息隨轉變，呢個第一樣嘢。即係我諗我頭先先喺面書教訓咗一條友，即係我後生係做中文老師，咁所以都可能有啲散人嘅人啦，我中意散人。你仲後生啊？呢句説話係唔正確嘅啊！唔好話。我53啦，阿叔，我53啦，過多兩年喺度buy份空可以買平樓啦。啊嗱，根據羅志剛博士嘅講法，你仲係咧未到中年啊，60多歲先係中年，你得53歲就 far away from 即係 being middle age in the age in the group of middle age， 羅志光咧啱講開咧，其實佢以前港大社工系咧，基本上冇人中意佢，即係甚至好笑就係咧，嗰時羅志光過去林鄭嗰檔嘢做咧，係嗰時我聽阿何適瑩講咧，就係話係主任咧要夾啲同事咧同佢戰行啊、食戰行飯啊、送禮啊，咁梗係當時嘅何適瑩就仲未變壞啦咁樣。咁依個我唔講啦，依個有時間寫回憶錄先講啦。咁第二樣嘢啦，就喺我今集裏面咧，其實我都有準備少少一啲分析啦。咁因為我諗喺技術法上面關係咧，就唔能夠俾到一啲星盤俾大家睇。咁但係我自己都開咗星盤咧，同大家都講翻，即係究竟發生緊啲咩事啦。咁嗱，你都見到而家恆指已經好似～今日跌咗1100，再跌1100幾點，係，係啦，嗱，可以咁講啦。咁你睇得依個節目嘅，第一，我識咗阿湛咁多年，我都要幫阿湛啦，嚇，無論喺海內，多謝，係啦，
即係我好記得上次做節目咧，突然間揾唔到你咧，我驚你出事咧。係啊，其實我用盡天地線咧，係揾喺香港朋友要靠你出嚟。咁所以阿澤唔使驚，我喺度。係啦。哦，多謝你嗰次好感動啦。我講俾我講翻少少。有一晚咧，我同阿 Benson 聯絡，咁咧就話啊，你陣間揾我啦。咁我就入咗洗手間沖涼，咁咧。Benson 找不到我，我把我手機放在廳嘛，哇 ！Benson 很緊張，好像即係突然之間損失了一個很好的朋友，我那天是很感動的。好，交翻俾你，第二是什嘢？第二樣嘢啦，就嗱，其實你講到關於一啲同動盪有關的一啲性啦，咁其實特別如果我淨係針對香港咧，或者中國咧，其實有兩粒星係有關的，一個就係同死亡啦。地下世界啊，恐懼啊，或者甚至崩潰有關的冥王星。咁第二粒咧就係同突變啊、極端啊，或者甚至係一種即係高科技有關嘅天王星。點解我特別係針對翻響中國香港嘅情況？咁可能一陣間我講俄羅斯，我會再多少少內容啦。第一樣嘢就係啱月我。幫香港和中國起了今年的春分盤。今日拍這個節目在香港時間就是3月15日、如果你即應該都是3月15日應該是夜晚，如果我是啊，現在香港時間夜晚是10點9到10點9、10點10到。咁我哋話，如果喺占星上面我哋見到一些相關的一啲觀察、譬如我講到我哋睇全年運勢，我哋睇全年運勢，係啦，一定會睇占星盤，一定睇一個叫春分盤嘅。咁有啲朋友如果知道咩春分嘅，你打開你哋個即係日曆月曆都好咧，你會見到其實如果真係計翻中式曆法咧，春分咧就喺今年3月20日。咁有時係20日，有時22日嘅，有時係因為個即係可能地球同太陽之間嗰個角度問題，唔係即係定曬21日。咁等於我哋所講就係即係究竟啊，你究竟有啲星座雜界喎？譬如話我20日出世，究竟我係雙魚座啊，定係白羊座？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嗱，嚴格實係要睇依一個，即係我要睇依一個曆法，唔係睇曆法，即係要睇翻嗰個叫年曆咧，去到確認你嗰年嗰月嗰日出世嘅一個叫雜界日子，譬如20日啊、21日、22日啊，究竟係即係雙魚座啊，定係白羊座？嗱，技術性嘢講到呢度啦。咁第二樣嘢啦，喺呢度都同大家分享咗一啲技巧性嘅嘢先啦。咁咧，我哋就會將個星盤咧嘅教去依一個白羊座0到0分，然之後就要透過睇嗰、那個。地方譬如話，可能我中國我會揀北京啊。如果我響台灣，我揀台北啦；我香港揀香港啦。如果俄羅斯嘅，我就揀莫斯科啦。如果係依一個烏克蘭嘅，我話揀基輔。然之後就揀咗嗰個地點啦。跟住我哋開3月20日，今年就好巧啊，基本上都係3月20日嘅星盤。然之後就係白羊座0到0分。今日又睇啦，今日一睇大領落啦。如果大家有睇我之前喺政治大迷信咧，或者甚至亞洲嘅節目咧，我其實喺過年之後嗱，其實你而家嚟過年都係個半月啫嘛。今年過年係2月1日，而家就10月過月中，我其實已經同大家講啦，唔聽話有咩身家損失嘅係你自己負責，因為你唔睇呢個節目，你唔睇我節目。嗱，我依個好 proud of to say in this manner。OK。我已經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香港經濟一定會出一個災難性的狀況啦。問題關鍵是其實好見到冥王星咧，同香港經濟活動有關的範疇咧，係有一個接觸喺度嘅。嗱，我淨係講翻同香港同中國有關，今年的春分盤分別都會見到冥王星，冥王星。同一個毀滅、動盪、恐懼，總之嗰啲幾負面嘅嘢啦，有關嘅嘢咧，都係響同金錢有關宮位第二宮。咁換句話嚟講，即係話其實話俾你知，哇！
大佬已經很明顯㗎啦。咁所以嗱，班友朋友就會問啦，係咪全年都係咁啊？定係某段時間會係咁？嗱，咁啊去到另一個觀察啦。如果大家有啲朋友好心急啦，你中意做筆記又好啊，或者你翻睇佢節目又好，點都好，你自己做筆記啦，唔好懶啊，真係有啲嘢。咁係第二樣嘢啦。因為今年的春分盤呢，我見到三個地方啦，中國、俄羅斯和烏克蘭呢，他們的春分盤呢，有些很技術性的一定要講了的。特別有些朋友，如果你是識尖星的，那你一定要試，喂，黃偉國是不是流的，是不是吹水的，是不是好像誰誰說，就說董建華就離死啊，林鄭月娥生 cancer 啊，有人這樣說的，那這個聽完就算了。但我真是一個十幾年真是一個正統占星學，無論我在香港跟老師學曬咁多個單元，或者甚至我喺呢度都有上倫敦占星學院嘅一啲即係叫做研討會嘅課都好。嗱，有一樣嘢其實今年就比較難估，或者今年係好動盪。我睇今年春分盤咧，其實世界係處於一個好動盪嘅位置，因為我啱開俄羅斯啊、基輔啊、北京啊、香港嘅春分盤咧。他們的一些重要宮位都是一些叫變動星座，即譬如我們講到是雙子座、雙魚座、處女座和這個人馬座。換句話來說呢，其實阿湛有機會了，因為呢我其實就要再要開一個叫夏至盤。夏至盤呢就是巨蟹座零到零分，即是6月20日後到6月22號那段時間的，是的，那段時間我就要再看夏至盤呢，再去判斷跟住那三個月。所以其實今集的節目呢個效用呢、效力呢、個藥力呢，即是三個月，就好像呢大家中完一個Omicron 之後呢，你起碼有三個月呢不會再中招的機會了。好了，我停止先。咁有啲乜嘢阿湛或者各位朋友想問嘅，可以進一步再問啦。我停一停，俾大家消化下先。好嗱，咁咧我話俾佢哋咧，你哋咧如果有啲咩想問阿黃偉國博士嘅話咧，請你哋馬上留言，請你哋馬上留言啦嚇。阿 Benson 啊，不如咁啦，我哋俾啲觀眾咧喺呢段時間唞唞，我哋亦都唞一唞嗱。咁咧，我哋翻轉頭咧係再傾個。再傾過好唔好啊？好嗱，咁我哋唞一陣先。嗱，你各位如果有啲乜嘢關於咧星座嘅嘢 ，OK？ 即係未來可以嘅三個月，由春分開始至到夏至，即係大概3月20日到21日，至到6月20日到21日咧嚇。咁咧，大家咧就請而家馬上留言，有啲咩問嘅？咁即係呢三個月運程會係點咧？香港、中國、國際啊，咁大家請留言 ，OK？ 我哋休息一陣啊，好。
翻嚟啦！系嗱 ，break 咧就大家可以唞下，咁你可以食下你嘅中意嘅小食啦 ，snacks 食紧咩 snacks？ 大家睇下食紧一个嗱，其实唔公道，因为虾片咧，佢呢个叫 prawn crackers 啦，佢话 China 咁啊，啊 taste of China， 但实际上咧，我想纠正咧，其实虾片咧，你如果食印尼菜咧，你见到嗰啲印尼炒饭啊，跟住两个。沙爹串燒有幾塊咧？其實係其實應該係印尼嘅，就唔係中國嘅一個所謂小食嚟嘅。應該係我應該想糾正一下，即係話翻俾 Tesco 嘅老細知 ，this is to be Indonesia not China。OK 好。講翻正經嘢先，講翻正經嘢先。好啦，嗱，今晚咧我哋講呢個話題嘅，因為我可能嗰啲觀眾啱啱入嚟啊，唔知道我哋講啲乜嘢嚇。咁我俾翻大家睇下，今晚咧就係講呢個話題。混沌三月大尖星，因為現在香港、中國以及呢國際呢都是大混亂的、okay? 國際上就最大一件事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大家現在呢勝負未分、大家鏡頭呢是看不過不要相信、就是說呢其實戰局未分是勝負的、大陸方面呢是幾年來呢即兩年來呢是最高的感染率每天呢好像今天不知道4000或5000的香港今天呢就有27000人中了招的也有死了200多人咁咧就全部咧，大部分都係老人家，非常之不幸啦嚇。咁啊就想揾黃偉國上嚟。黃偉國咧喺上一次講到啦，而家咧佢就我哋嘅春分嗰、那個星盤去睇嘅。咁啊有效期3個月。OK， 咁啊即係你繼續講啦啊。咁咧就話觀眾你哋唔可以馬上係留言啊，有啲咩問啊啊？阿黃博睇到咧就會同大家講啊。你講啊，好嗱。啱咧，我收到一個朋友嘅一個資訊分享啦，就係話其實中方咧已經基本上咧係已經決定咧係為俄羅斯咧提供經濟同依一個財政援助對烏克蘭戰爭。咁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大家如果未食心臟藥、未食血壓藥嘅，唔該今晚臨瞓前拍定三粒，因為跟住落嚟如果中方無論是明或者暗，是會幫俄羅斯係介叫做做介入介入場戰爭嘅話，究竟對香港、對中國嘅經濟影響？嗱，呢度其實好得意嘅，因為咧，我啱準備之前嗰集節目咧，政治大迷信，如果有朋友未睇啊，有時間可以睇。咁呢度只係想抽翻一點。咁然之後，我發現咗一樣嘢就係話，咦，其實我從個星盤咧，我發現其實中方有可能。是暗中援助一些所謂敵一些叫做友好國家是即是介入這場戰爭的因為正正我看這個盤的時候呢其實第一你會我會見到就是說在剛剛春分的盤呢跟政權政府有關的一些星呢加上譬如是這個擴張啦加上是有幾粒星咧？我要睇睇翻個盤先啦，唔好意思，係啦，因為睇翻就會好啲。啱咧就同門片啦，同疫情都有關嘅海王星啦，同依一個木星啦、擴張啦，或者甚至係幸運啦，同埋同溝通啊、貿易有關嘅水星咧，其實都喺依一個即係第四宮嘅。咁啱好嘅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將呢啲星咧加埋佢相關宮位合埋咧，其實得出一個解讀就係話，有可能中方咧係借所謂雙魚座嗰種含糊啊，或者嗰一種係唔俾人知道啊、炸加衣啊、靜靜雞啊，去做一啲貿易啊、溝通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交易嘅嘢咧，係幫助木星。木星有另一個意思就係外國其他國家。咁喺中國嘅 context 咧，中國嘅脈絡嚟講就係俄羅斯啦。咁所以我都覺得，當我睇完依單新聞，或者其實依幾日外媒都開始傳中方其實暗地有幫俄羅斯嘅話咧，咁其實我都相信依一個亦都係習近平自己下嘅決定嘅話咧，其實真係會對中國經濟嗱，因為啱啱好就係、我睇香港同中國嘅盤咧。他們的命黃丁星都是第二宮的
咁所以就依度我唔重複，即係而家大家都明白，你如果有咩股票未成，唔好諗住趁低吸納，唔好諗住撈平貨，執平貨。你諗下，其實如果俄烏戰爭，我未開過資本睇先算啦。如果場戰爭係不斷打落去打幾年，你覺得你所謂撈到啲所謂平貨啊，或者叫做趁低吸納？你覺得你嗰啲貨會有機會喺依短時間裏邊發生咩？又或者可能會繼續跌落去喎？咁起碼我係咁講咧，呢三個月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會停股市咧，我其實係覺得絕對不意外嘅。大家明嘅啦。哦，咁樣，好。係咯。嗱依度有少少啊，你可唔可以坐個右邊少少？坐個右邊少少，一攞唔到鏡頭中央。啊，系啦，冇错，哎 ，right，OK，、okay, 好 ，OK， 好，继续啊，嗱，大家咧就要小心个股市啊 ，OK， 股市，同埋第二样嘢，当然重点讲香港、中国讲疫情啦。嗱，疫情嗰个部分咧，其实你发现到今次疫情咧，你讲到由中国全国去香港咧，其实大家都明白大家点死噶。第一样嘢，打科兴死硬。你想死就打科興啦，都唔係一定嘅，咁呢樣啊，但係喂，我琴日同一個做medical science 嘅朋友傾，你打科興，你同打啲維他打啲葡萄糖水入個身度有咩分別啊？你從一個醫學角度，你根本製造唔到抗體對付定病毒，你唔係打水入個身打乜嘢啊？咁所以個死係正常嘅喎，坦白講，正常嘅喎，真係。同埋你再加上政權有意無意係用某一啲手段咧，係叫人打科興。咁我覺得你後生嘅，你只係最多重症唔死嘅，就好彩咯。咁所以今次個疫情個原因唔係因為主要病毒，係因為你諗諗呢兩點。嗱，我成日覺得大家唔好睇而家。你比睇而家咧，你基本上咧，你根本你永遠喺個錯誤嘅漩渦裏邊咧，不斷轉落去，不斷爬落去，跌落去，你爬唔翻上嚟，你呢世都爬唔翻上嚟。你諗下啦，你而家俾人話香港係疫民，然之後香港惹到成個中國都係疫情，大家都唔記得個疫情點嚟啊？2019年尾。武漢發生咩事啊？而家俾人好簡單嘛，我俾人強姦，然之後你竟然話我要勾引你，話我著得暴露，著得露點勾引你強，令到你強姦我，咩道理啊？係咪有病啊？咁所以咧，你以咁嘅態度去到應付疫情，我係專家，我有真話都唔敢講啦。大家睇緊呢個節目朋友，做政府嘅朋友。你真係有料有術有你真係有方法啊！你都唔敢講啦，講咗會殺頭啊嘛，講咗冇份工啊嘛，係咪先啦？咁所以實際上咧，因為啱啱我見到喺中國同香港個星盤咧，其實有一個叫南交點喺十二宮嘅，十二宮嘅同埋個南交點咧，其實係同依一個。啱，我記得應該係我睇翻個星盤先啊。啱咧，其實係同呢一個海王星咧係有一個良好上位，即係話咧，如果你不嬲依兩年都係用方言啊、用假新聞啊、用依一個咩清法咩嗰啲叫咩丸啊，我朋友啱食咗嗰啲咧，咩蓮花梅花啊，蓮花清瘟膠囊，蓮花清瘟膠囊發瘟丸。發瘟羊係啦，跟住我話咩事啊？即係我見到朋友中咗，跟住話怕嗰啲咁嘅中藥成藥，食咗唔知會唔會死喎？死唔緊要啊，死咗就算啦。你然之後腎衰竭要換腎喎，邊個變個腎俾你啊？係咪先啦？老馮有個腎俾你換，大佬係咪先啦？咁所以即係你其實我成日覺得好簡單嘛，上得山多終遇虎。講得大話多，真假都分唔到，結果咪
無知可以真係令你死亡，就係咁解咯。所以你見到其實而家係2022年啦，唔係1822年啦。1822年嗰條深圳村啲農民真係話食香爐灰可以好翻，就真係好翻。你而家食依一個蓮花清瘟丸，同啲人食香爐灰有咩分別啊？係咪先啊？你睇個小朋友，你自己諗下係咪啊？所以如果有啲人咧執意去食嘅，有去食，可以咁講咧。如果你話用一個理論咧，達爾文有個理論叫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覺得依個中文譯法唔好，唔夠到用。英文嘅講法叫做只有適合嘅人才能生存 ，survival for fitness。咩叫 survival for fitness 啊？即係話如果你仲生勾勾喺度嘅，係咪食嗰啲蓮花清瘟丸啊？你以為食蓮花清瘟丸可以生存嘅 ？You are not fitness, so you cannot survive. That's the point， 就係咁樣。好啦，我就講咗一大堆關於疫情啦。咁所以其實由而家三月到六月，嗱啱六月廿二號，其實近7月1日啦。咁第一，大家好關心，即係當然其實我就冇特別推算同特首選舉有關嘅升盤。咁當然我之前喺節目裏邊都有推過，如果林鄭選咧，林鄭嘅勝算係超過70%嘅。咁原因關係就係根本冇候選人，中央亦都揾唔到適合嘅人，或者揾唔到人願意真係願意去做嘅。咁所以即係同埋坦白講啦，即係其實我今日啱啱諗到一點啊嘛，即係話其實林鄭月娥喺今次成個香港民意評分係26.6分，嗯，你諗下好少啊嘛。我係以前通常咧，我係做民調咧，我係大概知應該係一啲所謂如果用親北京人士嘅觀點就話係嗰班黃絲喺度咧俾負分啊嘛。但係今次我相信很多，譬如話我有睇係陳正心的面書各方面咧，都已經用很惡毒的字句咧鬧林鄭月娥的話。咁即係話其實今次真係咧，黃藍變咗烏克蘭啦，香港真係黃藍變咗烏克蘭啦。原來大家共同敵人就是我哋的特首林鄭月娥，即係可能呢一樣嘢就係依兩年以嚟自己發展一個始料不及，亦都好符合翻喺星盤裏邊第六宮天王星嗰一種好極端咧嚇。嗰種極端就係話你以為以前佢好保守啊、好親政府啊各樣嘢啊，但係原來突然間俾依個政府依兩年抗疫嘅政策不斷咁樣去折磨啦，可以咁講。咁亦都導致到依一班原本支持政府人啦，都變成即係甚至我喺度聽講一個講法啦。我話如果係六宮係天王星係極端啊，係一種近乎於一種係一種係狂熱嘅話咧，甚至而家有一啲親北京嘅一啲支持者就覺得應該係中央直接接管香港，換曬香港官員，換曬香港嘅醫療人員變內地人去做，咁香港問題就解決啦。咁所以就亦都好應驗翻星盤裏邊，我見到六宮係大眾啊、公共衛生或者係一般生活嗰個狀況嚟講咧，其實同個能量都好吻合嘅，係啦。咁所以坦白講，如果你再問特首選舉重唔重要，唔重要啦，大家都明都唔重要啦，係咪先啦？嚇，你覺得特首你而家特首可以話到事咩？而家話到事嘅，兩個男人啫嘛，嚇。一個姓夏，一個就姓依一個樂，阿夏生同樂生話事啫嘛，係咪先咧？咁啊，你睇其他網台啊，其他 LL 評論基本上都係跟翻呢條線去打噶啦，嚇。咁所以今日咧，即係今日有一份即係親北京嘅報章咧，用一啲低級嘅黃色笑話，話依一個內射林鄭月娥，哇！內射林鄭月娥咁激佢嚇，即係我啊覺得。你可想而知，即係我諗成個香港咧，大家對依個特首嗰種情緒嗰種深層嘅情緒，去到幾深咧，大家都明白噶啦。嗯，嗱，阿 Benson 啊，喺講到呢度時候咧，又補充啲資料俾啲觀眾啦。咁啊，未必個個都今晚睇咗新聞嘅。咁林鄭而家嗰個民調咧，嚇個民望咧。
係個淨值係負百誒六十七個 percent， 啊六十七個 percent 即係三分之二啊。OK， 咁就我係聽嗰啲藍絲講咧，佢哋係對林鄭係相當之不滿㗎啦。OK， 咁有人亦都暗示啦嚇。咁、啊、今日馬時亨咧就即係講咗一啲嘢喎。咁咧佢就話咧，即係香港需要一個人咧係要即係可以領導到香港。係抗衡或者係面對而家即係極大艱難嘅時期，咁即係領導所有嘅人員，包括公務員在內咧，係呢、這個面對而家目前呢個咁艱難嘅時期，大概就係咁講啲咁嘅嘢啦。咁我就覺得問啦，咁如果現任嘅特首做得到呢個角色，你使唔使提呢樣嘢咧？啊，你佢講嗰啲嘢咧，就其實咧有一啲咧係阿媽係女人嘅。嘅講法嚟嘅啫，咁如果而家嘅人係做到，你使咩提呢樣嘢出嚟咧？啊，咁佢又冇提到話，而家林鄭已經係做到呢個角色，領導到全香港嘅人咧，係面對疫情係抗疫嘅。咁佢咁講，即係話林鄭做唔到咯，佢暗示林鄭做唔到咯。咁我知道咧，你係喺依個問題上咧，仲有一啲係發揮嘅。咁不過呢度咧，我要補充翻少少。咁而家咧就打第三針嘅人咧，大部分咧都係打呢個伏必泰嘅。OK， 咁就係佢開頭兩針咧，打咗科興好或者咩都好啦嚇。第三針咧係多數打伏必泰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至於話大陸啲疫苗係咪有冇用呢樣嘢咧，就係、是。頭先嗰啲係你個人嘅個人意見嚟嘅啫，咁我話俾你聽咧，就其實咧，即係啲疫苗咧係佢個有效性咧都係因時制宜嘅啫，佢可以打贏兩年前嘅武漢肺炎啊，因為大陸嘅設計啊嘛，係專砌武漢肺炎，唔等於打贏今日嘅嘢。同樣有啲疫苗咧係so far so good 嘅時候咧，亦都未必等於佢將來可以砌到嘅。咁啊，要公平啲咁講啦嚇。咁至於話係炒股票嗰樣嘢，咁咧除咗聽阿黃偉國博士咧佢個分析之外咧，大家都可以問下自己嘅股票經紀，可能大各種收納各種不同意見時候咧，大家作出最好嘅決定嚇。夠曬啫，夠曬戴咗頭盔啦，係嘛？好，阿黃偉國，請你繼續。OK， 好啦。OK， 有冇朋友有問題咧？第一樣嘢，有人話美股會點喎？問一問你喎，美股會點喎？啊，嗱，美股會點啊？第一，因為啱而家美國都有加息周期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嗱，你會見到其實香港今次股市嗰個叫崩潰咧，其實同外圍股市冇一個好直接關係，咁好純係因為真係疫情啦。第二樣嘢，大家好擔心，即係會唔會而家喺中國疫情會影響到全球嗰、那個可能係一個叫做即係一個叫運輸嘅一個鏈啦、啊，或者運輸鏈啊、運輸帶啊各方面啦、啊、咁樣。咁但係我亦都有聽啦，我自己冇推啦，我都係 call and call 翻人哋講法，就係基本上喺今年咧都盡量都投資一啲，盡量可能係黃金啊。嘅一啲即係實物，就真係股市咧，就真係可免則免啦。因為其實可能出現個情況係一個好波幅或者一個好動盪嘅一個情況，就唔似得話可能以前係真係有一個周期咧，係可能有一年或者係約莫三年時間咧，係一個升，然之後有一個跌嘅一個咁嘅周期嘅。咁所以就如果睇唔通個市就。無謂啦，真係無謂啦嚇！即係當然，如果你話短炒嘅，今日炒過兩日放，希望賺少少叫做飯盒錢啊，或者買罐頭錢嘅，咁我覺得就你自己睇啱個時間啦。嗯，嗱呢度你又講開啊，即係去咗英國朋友話聲俾你聽，海外朋友咧，咁其實香港已經再冇搶購潮㗎啦，而家見唔到有搶購潮。咁但係咧蔬菜仲係爭緊啲嘅。咁喺超級市場同埋街市咧，都未見人頭湧湧啊！過去一個星期啊，咁可能大家都買夠啦。咁但係蔬菜供應仍然係未完全恢復正常嘅。OK， 嗱，同埋就我想問咧，而家香港啲物價係點樣啊？啲物價係貴咗嘅，貴咗嘅，係貴咗嘅。嗯，好多地方都加價。
OK， 咁啊，其實都好慘嘅。咁就佢哋啲老闆亦都知道加價咧係會趕少少客嘅。咁但係咧個成本實在太貴，好多嘢。而好多嘢太貴咧，係因為嗰個唔能夠貨上其流啊。啊，咁啊，而家仲加多一樣嘢咧，就係烏克蘭同埋俄羅斯，佢兩個國家咧係嘅小麥出口咧佔咗全世界嘅三成。咁而家打仗咧，就呢兩個國家嗰啲小麥咧嚇，就難以出口去全世界噶啦。不過咧，係仍然可以出口去中國。以俄羅斯嚟講嚇，俄羅斯同埋中國交通係暢順嘅。咁啊，仍然，但係中國係食唔曬咁多嘅。OK， 咁啊，講翻呢度啦。咁就香港做一樣嘢，我睇你都知嘅，就越嚟越多嗰啲比較嗰個層次低，你扭翻細聲佢。層次比較低的食肆就搞兩餸飯三餸飯，越嚟越多。以前讀大學咪兩餸三餸飯啊嘛，即係唔同嘅大學嗰啲點唔同。大學招呼你班學生啊嘛，某大學話又話三星飯十零蚊啦，十零蚊一碟。係啊，港大啊、浸大啊都有啊嘛。係啊，飯任裝啊嘛，食飽你就得啦嘛。包括有雞蛋、香腸同埋餐肉啊嘛，仲有啲汁筆俾你啊嘛，你中意撈汁咁啊，撈好大碟，撈幾碗飯都得嘅。OK， 但係講翻是貴了的，啲嘢係平均是貴了的。咁就因為我睇係貨上其流嗰個問題。咁你而家咧嚟未來一個禮拜咧會有啲乜嘢影響咧？因為中國疫情咁緊要，多多少少影響佢交通運輸。雖然咧佢哋成日都話咧係要保證供應充足嘅糧食俾香港，各種食品俾香港。咁但係多多少少係受影響嘅。咁啊～冇辦法啦，不過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經買屋企已經買到足夠嘅嘢噶啦，即係喺即係過去幾個星期嘅搶購風潮當中，好，你繼續講落去啦，好，我哋係中意窒你嘅，係，因為我多謝阿英匡咧係嘅捐贈嘅，好多謝，好啦，就嗱。疫情就似乎呢三個月都個情況都冇乜大嘅變化啦，即係我諗問題唔係話個疫情令到好多人死亡或者重症入所謂深切治療部，而反而係你成個疫情，即係你嗱頭先阿湛咁講啦，阿湛嘅講法啦，因為要保護阿湛安全嘛，咁所以阿湛用官方嗰條線去打，可以理解嘅，係啦，不過咁你係照講嘅啫，係啦。咁但係坦白講，如果你話中國疫苗係可靠有效嘅，點解西方基本上而家冇人戴口罩出街啊？我哋都冇戴口罩啊，搭車又冇戴啊，食飯冇啊，正正常常，又唔使執安心出行啊，又唔使俾人追蹤啊，乜都唔使啦咁樣，而反而係香港同中國係好似一個逆轉嘅一個狀況咧。咁依個原因，疫苗係咪一個關鍵因素呢？咁大家都可以深切反省嘅嗱，依個其中即係一個好重要觀察。咁所以即係嗱，啱頭先阿湛問啦，即係其實對於個政府嚟講咧，其實可以話對而家依個情況係束手無策。即係我諗，無論而家響北京或者響香港咧，我諗問題關鍵就係話其實。如果你話依波疫情本身，其實根本可以避免嘅，咁佢冇做，咁我冇得可以評論。但係佢哋都有條底線嘅，就係話如果今次我叫奧密克戎嚟講咧，佢唔會造成大量人嘅死亡啦，死亡率特別高啊，令到呢一個深切治療部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嘅話咧。咁可能佢哋嘅做法就係讓呢一波爆完之後咧，希望透過所謂群體免疫咧，係慢慢走翻出嚟。咁所以有可能個情況就可能要即係等於你香港專家都有評估啦。咁可能
有啲就覺得五月之後會個情況會好啲啦。咁但係因為五月八號選特首啊嘛，咁但係你選特首唔會就個病毒唔會就你啊嘛，即係等於病毒唔會六點鐘先至出嚟去害人啦。佢周不時都害人啊嘛嚇。咁亦都港大都有呢個報告證明，就係話你所謂晚市禁堂食令，對於防疫係冇乜大冇幫助啦，可以咁講嚇。咁你除非真係一早兩年前或者是之前再做所謂封城啊，做曬全民檢測啊，各方面啫。咁但係而家做都已經冇用噶啦，嗰樣嘢。嗯。咁所以即係咁，當然呢一度我最中意都係講翻一啲星象嘅觀察啦，時事評論就留翻其他節目或者其他嘉賓去講啦。咁疫情我應該講到都差唔多噶啦，已經係。嗯。咁嘅經濟啦，頭先都講到啦。咁就而家反而另一樣嘢我都觀察到嘅，就係、是、今年喺中國香港咧，會有一啲同水有關嘅，唔好叫災難啦、啊，講災難好似睇彌敦道又驚嚇親各位證交所嚇親各位，但係因為今年咧，我亦都有睇翻中國歷法，因為今年係虎年，咁然之後咧，原來今年個虎年係叫水虎。咩叫水虎啊？嗯、就一隻即係你諗熊柯正猛於虎啊！你如果將虎你將洪水嘅洪流比喻老虎嘅爬行，你諗一諗個情況會點？咁即係話，其實今年有可能情況，無論可能係因為暴雨啦，可能係因為颱風啦。如果大家知道，其實今年係拉尼娜嘛。咁拉尼娜應該其實係會導致嗱，如果可以睇大家有興趣，可以上翻天文台嘅網頁睇睇今年究竟香港今年究竟太平洋地區究竟係拉尼娜定係厄爾尼諾？咁但係好肯，但係肯定一樣嘢，如果係喺個星盤裏邊見到個個觀察係吻合嘅。因為正正亦都第四宮係都係同國家有關，同土地有關，有冥有海王星同水有關啦，相遇啊嘛，水啊嘛，同木星有關啦，同擴張啊膨脹有關嘛。咁即係話咧，其實今年香港中國地區遇到同水洪災有關嘅情況會係幾明顯嘅。咁當然希望係呢三個月裏邊發生嘅情況啦，因為我頭先都講到啦，就係話因為啱啱今次春分盤嗰四角都係變動星座，咁所以亦都要睇埋下字盤啦，先知究竟下即係六月之後嘅情況會係點啦。嗯，好嗱，喺呢度咧，我亦要話翻俾啲我哋嗰啲觀眾聽啦，全世界觀眾聽啦，香港嘅今年咧 ，so far 嘅春天咧係相當之乾旱嘅。OK， 但係今日乾旱唔等於聽日乾旱啊 ！So far 係乾旱啊，並冇出現南風天嘅現象。南風天即係話咧，即係濕氣太勁啊，個濕度太高，咁你啲牆咧都有好似出咗啲水蒸氣咁樣啊，即係牆一粒粒粒水珠嚇喺度嘅。咁啊，通常咧就到咗即係三月啦，南風天嘅時候咧，香港好多人咧都係開著個抽濕機。或者咧開咗冷氣一陣，每個月就吸曬啲水去嘅。咁啊，阿黃偉國咧，香港生活過，你知道乜嘢叫南風天咧？但係奇怪，今年嘅春天係相當之乾啊！喺過去幾一個星期都係好似秋天咁嘅款嘅香港。今日亦都咧係好熱嘅，今日亦都係好熱嘅啊！咁就似乎好似到咗 summer 啊！咁多謝 Grace Choi 嘅捐贈啊 ，OK， 嗯。話聲俾你聽，咁至於話今個月乾會唔會下個月濕啊，嘣嘣聲嚟咧，我唔識話俾你聽啊。咁我睇有啲天文台科學官咧，天文台嗰啲人咧係預測到咧整年嘅天氣會係點嘅。呢啲咧一啲都唔迷信，係相當之科學嘅啊。好，黃偉國，好你啊，個講咗嘅講咗疫情經濟啦，跟住點樣？嗱啱我睇翻天文台網頁啦，咁啊好快再睇一睇就2022年2月。咁你睇翻你稍微坐右少少，稍微坐右少少，系啦，即系睇翻即系响赤道太平洋中部同东部水温维持偏低，赤道太平洋中部水温喺未来一两个月维持偏冷，呈现逐渐升温趋势，预料一次短暂嘅拉尼娜事件会形成。
咁如果係拉尼娜嘅時候會係點咧？拉尼娜嘅話咧，其實就會係會偏凍啦，係個氣温會偏凍啦，氣温會偏低啦咁樣，係啦。咁就究竟會唔會對個雨量有影響咧？大家都可以觀察。咁我就唔係天文台專家，就我都係接翻個資料去。都話呢個而家呢幾個禮拜乾，唔等於咧係過多兩禮拜係唔會落雨嚇，係冇咁嘅根據嘅嚇。咁啊，大家去睇跟住落嚟，可能哔哩嘣嘣啊，難説難説。係啦，係啦，嗯。雨量好啦，咁就另一個你嗱頭先講咗幾個面向啦，經濟啦、疫情啦，或者講埋氣候啦咁樣。咁我諗大致上嘅整體觀察都係咁啦。咁亦都其實你會見到，因為喺春分盤咧，香港同北京本身嗰、那個經度係接近嘅，那個經度好近嘅。咁你見到我都會見到其實雖然大家個緯度係好唔同啦，爭好遠啦，一個咁北一個咁南，但係因為經度一樣咧，所以其實大家個星盤呈現出嚟嗰個狀況都幾似。咁所以都而家今年真係中港融合成功，真係有幾明顯一個情況嚇。咁你見疫情都係啦，大家交叉感染啊，而家搞到北至吉林啊，南至深圳啊，東至上海啊，西可能未報道啫，咁可能西唔知去到邊度咧，都有一個即係有疫情似乎一個失控嘅狀況啦。咁就嗱如果你係香港同中國預測，我就差唔多咁睇下站就冇其他問題，冇咧都可以講講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嘅情況。好嗱，我依度咧又同大家即係報一報下，咁係有啲海外嘅朋友咧，好想知道香港疫情係點嘅。今日咧係新增咗咧係27,765個確診嘅，咁尋日係26,909啦，咁接近係27,000，今日係27,765嘅。咁就係不幸死亡嘅人咧係增加到係今日咧係289位嘅，咁就。另外咧就累積呢個第五波疫情累積，即係 Omicron 咧造成嘅咧係有4,355人咧係不幸死亡嘅，而死亡率咧係0.58%，係相當之高嘅嚇。OK， 咁即係我總希望咧就係少啲嘅死亡啦嚇，即係儘管你話咁。另外咧就係大家去打針啦嚇，政府就係有足夠嘅疫苗，好多 centre 都係仍然係有位嘅，大家。不妨去打針嘅，為即係重症嘅機會係少啲嘅。OK， 嗯，好嗱，繼續啦，講完啦啊啊嗱，不如咁啦，我哋依度唞一陣啊，然後咧你翻嚟就講個啊，翻嚟就講埋翻嚟咧就講埋即係你講個政治係咪？嗯，係個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啊，大家烏克蘭俄羅斯嗰、那個啊，你個星盤係會係點嘅？咁我哋翻嚟咧就係、是、可以去睇下嘅。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個星盤會係點嘅？咁唞一陣啊！好。
遲咗陣啊，咁啊，因為要攞啲嘢嚟飲下，咁啊，大家都口乾啦，講到咁耐。嗱，我哋翻嚟第三節嘅彌敦道證交所，今晚請到黃偉國博士講，咁用升本睇睇咧，香港、中國同埋國際嘅形勢嘅。咁啊，剛才兩節咧，我哋都講咗咧，就係香港同埋大陸遇到嘅情況啦。咁而家咧就呢節咧集中講下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咁啊，由從依個2月24日開始咧，即係北京奧運結束之後咧，就俄羅斯軍隊係入侵烏克蘭嘅一次赤裸裸嘅侵略啦嚇。咁喺咁啊呢節就交俾黃偉國博士分用星盤嚟睇呢個局勢啦。咁喺俾阿黃偉國講之前咧，好衰嘅湛國人嚇，咁咧就要咧就再講下廣告嗱，彌敦道呢個平台，請你嚟馬上去訂閱，咪叫朋友訂閱啦。咁仲有喺訂閱嘅時候咧，喺右下角咧係有個鐘嘅啊，鐘仔喺 YouTube 右下角嗰度，咁大家撳一撳咧，以後咧就可以咧係得到通知啊，好快得到通知咧。其實是馬上都有通知我們會有節目播出，因為現在要做宣傳是做的節目太多，有時趕不及在這個Facebook 那裡是大規模的宣傳。還有呢，大家要幫一下手，因為 Facebook 呢就嫌湛國陽成日是 share 節目 share 得太多，有時又罰下我的，變成有些節目不能夠在廣泛地大規模地在這個 Facebook 推廣，麻煩大家呢幫手去推廣了，按一按在 Facebook 按一按，或者呢是 copy YouTube 的 link 給朋友看，多謝你們啊。我現在交給黃偉國你講一下了。講到這一場由2月25號的凌晨開始軍事行動的一個入侵啦，透過春分盤去到看回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嘅戰事究竟喺成年會係點樣？咁亦都係啦，啱都好巧啦，因為佢哋嘅四個星座啦，即係我講1、4、7、10宮都係變動星座，咁即係都係雙魚啊、雙子啊、人馬啊，同埋即係依一個即係處女嘅，咁所以就都係啦，都要睇翻下字盤啦，去到決定揈翻究竟喺三月之後。究竟呢兩個國家面對即係因為我哋已經有一個戰爭作為一個背景啊嘛，咁究竟個戰爭嘅狀況為點？咁但好肯定咧，就如果有啲朋友睇場戰爭嘅發展咧，好肯定呢場戰爭咧喺依三個月咧係未分到勝負嘅。原因關鍵就係話，其實俄羅斯同烏克蘭咧都面對住一個幾相似問題，因為實際上如果係響起升盤時候咧。幾乎同埋莫斯科個北緯緯度都係近嘅，咁所以大家起出嚟嗰個星盤嗰個星嗰個分布啊，宮位分布都似嘅，即係無論嗰一種經濟上面受到一種即係制裁啊，或者甚至戰亂所干擾啦，特別即係如果你話制裁，當然亦指俄羅斯啦，咁戰亂嘅一個破壞，當然係指一個烏克蘭。咁然之後都另一樣嘢見到就係、是。其實今次整個戰爭呢，大家都很懂得利用所謂高科技啊，利用社交媒體互聯網呢去進行一個宣傳啊，令到即係成場戰爭可以話是蓋過了很多國家頭條新聞的一個重要部分，即係無論你會見到習明斯基即係適時透過不同的社交媒體報導翻佢嘅近況啦，又或者甚至俄羅斯響佢即係處理嗰、那個即係戰爭新聞嚟講咧，即係都用一個即係譬如話係一個好當然係一個親官方一個觀點啦，就係話即係烏克蘭是俄羅斯，又或者就係話自古以來烏克蘭是俄羅斯不可分割嘅領土嗰一類宣傳啦，又講到屈呢個烏克蘭有所謂依一個納粹主義啊，有恐怖主義啊。或者有一啲反俄羅斯勢力啊，咁於是就用一種類似係清君側靖國難形式嘅藉口啊，去到入侵烏克蘭啦。哦，形容得好，清君側啊，靖難之變嗰個口號啊，係啦，咁我都有讀中史嘅，其實我都係中西史嘅。即係嗱，咁講啦，唔好以為而家啲人咧先至識嗌口號，古代咧啲人都識嗌口號嘅，靖難之變啊，係啦，好啦。咁有啲朋友就問啦，即係如果你話其實喺今次嘅星盤咧，啱阿湛咁講咧，我突然諗起天王星咧，
其實在烏克蘭和俄羅斯是發揮了一個其實是性質相同但是是一種表達方式不同的一個面向的。我會說其實在這個俄羅斯你會見到其實個反戰情緒很高漲啦，咁甚至你會見到一幕在香港未必會出現畫面，就是話你有人播報新聞，去到最後新聞臨講八百之前，有個導播幾個拍出嚟反戰嘅，一個情況。咁都唔好講就係話響，係啦，係繼續，甚至我哋係啦，甚至我哋唔好講就係話係即係響。整場戰爭咧，喺俄羅斯廣泛的地方啊、首都啊，都有不同程度的一啲反戰示威啊，各方面。咁所以其實我係從星本呢度見到，點解今場戰爭，實際上俄羅斯係冇乜得益嘅，其實，即係甚至我哋會話其實打呢一場戰爭咧，係單純係為咗滿足普京個人嘅慾望或者野心。但是这场战争呢并不代表俄罗斯就算你说赢了都好是有什么实质的利益好处或者甚至是有一些进账在那里的。啊、所以其实、你可以这么说呢，你看回星盘那个呈现出来的面向呢，似乎那个情况是真的似两败俱伤。当然两败俱伤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很贴切的一个形容。但是如果你話烏克蘭依一個相對比俄羅斯，無論是國土啊各方面都比較細咧，其實你打正規戰其實都是一個對烏克蘭正規軍隊嚟講未必真係直接應付到。咁當然喺咁嘅情況之下，正正你會見到其實如果普京睇完今次新分盤。除非他神志不理、神志不清醒啊，或者他那種野心作祟啊、不顧後果的想法作祟啫。咁否則實際上即係依場戰爭咧，其實一開始不應該打嚇。咁、啊、當然問題關鍵就係、是、啦，就我就咁講係你失濕咗個頭，你出唔翻個飛發泡。咁你要洗剪吹全套啊嘛，系啊，咁睇下依一個，你睇下依一個俄羅斯點樣搞掂洗剪吹全套啦。系，嗯，好，你嗱咁關於俄羅斯嗰度咧，就我覺得咧，烏克蘭嘅抵抗嘅力量同埋個意志咧，係普京係 underestimate 咗嘅，普京係低估咗烏克蘭嘅抵抗意志啊，同埋西方嘅反應。低估了低估了，即是他是以為呢好像以前打那個車臣和格魯吉亞那麼容易、啊、兩次俄羅斯都是勝的嘛、啊、今次的規模和遇到反抗的意志力呢、不可忽視、啊嗯即至於長仗呢大家我成日都這麼說、啊、要抽離自己去看嘛、嗯、可能在有些人呢的心目之中呢覺得烏克蘭應該打贏是打贏的，有些人是支持俄羅斯的，不過真是少數，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支持俄羅斯，尤其是華人，希望俄羅斯是打勝的，大家在收集資訊時候都有一個隱藏的選擇性，看在畫面看到的，到現在為止，雙方未有全勝的把握的機會，俄羅斯軍隊繼續是推進的，儘管我們畫面上看到他的即那些戰術群經常是受到是應該是 ambush 的名字伏擊 ambush 是伏擊，經常受到伏擊，但不等於他沒有推進的、okay? 如果烏克蘭是絕對優即勝硬的話呢俄羅斯軍隊根本是推進不了的，咁而家仍然有推進嘅，烏克蘭仍然未能夠取得係好清楚嘅決定性嘅勝利係冇嘅。咁我亦都相信咧，係短期內亦都唔會發生有一場決定性嘅戰役。大家打完之後咧，即係唔使打噶啦啊！即係大局睇到啲電蝙蝠戰役啊，1953至54年嘅電蝙蝠戰役，法軍輸咗咧，法國就知道冇得再打落去噶啦啊！即係。咁我睇今次烏克蘭戰役裏面係唔會嘅，因為佢未必係咁集中力量啊，幾百架坦克車一齊衝鋒啊，好似二戰嗰啲咁嘅畫面係冇嘅。咁當然二戰咧
以及任何嘅歷史嘅戰役咧，都有參考嘅價值。但係歷史係唔會係完全即係簡單地重複一次嘅。每一次事件我哋覺得佢重複嘅話咧，其實係有啲歷史嘅脈絡啦。咁但係咧 ，not in the same way， 唔會簡單地完全一模一樣係重複嘅。講完啦，交翻俾你啦。OK， 好啦，或者我見到時間都差唔多啦，見到係啦係啦。咁我淨係講多一樣嘢嘅，就係、是、嗱，咁頭先都有講到就係話，其實俄羅斯嘅莫斯科盤同埋烏克蘭嘅基輔盤其實都好相似啦，因為即係大家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家嗰、那個緯度都好相近。但其實有一點咧係好唔同，特別我特別想講翻俄羅斯嗰個盤。因為俄羅斯個盤裏面其實有兩個星座咧，佢係冇宮位嘅，就係依一個巨蟹座，同埋冇咗呢一個雙魚座。咁巨蟹座我哋講到其實都係同糧食啦，同依一個人民啦，或者甚至同依一個安全感有關啦。如果喺只細路尖星，如果雙魚座細路尖星就係同依個國家體制有關。咁即係話其實喺即係呢段時間裏面嘅即係俄羅斯咧。其實某程度上都是一種不顧人民死活啊，亦都不理整個國家整體體制啊的一個考慮啦，或者甚至你會見到其實你看回整個俄羅斯的一個主旋的報導呢，其實只是集中普京，你是不會見到有一些所謂親政府人士各樣嘢企出來呢，是為今次入侵烏克蘭咧係真係搖旗吶喊，亦都可以咁講，就亦都係一個大家都會擔心就係、是、其實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墨索里尼、希特拉，或者甚至你講到日王與人，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即係無論你話日王與人，你話係唔係主動發動戰爭，可能佢其實都係俾軍佬夾嘅。咁呢一個歷史上面有爭議啦。咁但係實際上，如果你單純淨係講，甚至講埋，即係佢唔係侵略者，但係佢都係獨裁者一個史泰林嘅話，咁原來發現到2022年咧，都竟然係有一啲國家政府領袖咧，係可以完全漠視人民嘅福祉利益、國家政治體制嘅完整，去到為咗要實踐一己嘅私欲咧，去到將成個國家嘅利益咧係犧牲嘅。咁呢一個亦都係，即、就、係、是、我睇翻俄羅斯盤同埋烏克蘭盤裏邊最大嘅分別。反而喺烏克蘭嗰個盤裏邊咧，其實反而我會見到係外國嘅幫助啊，或者外國嗰、那個即係、就是、支持，其實好明顯，因為佢啱十一宮仔依一巨蟹座。咁然之後，喺巨蟹座裏邊就係喺嗱，我睇翻即係十一宮係巨蟹啦。咁然之後佢嘅月亮，他的公主星就是月亮，月亮在第二宮，亦都是跟金錢經濟有關。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即係烏克蘭源源不絕，無論是民間啦，甚至是全球各國本身嗰、那個支援咧，其實喺今次個事件裏邊好明顯，反而是你見到最弊一樣嘢就是話俄羅斯本身十一宮。如果你話月亮因為已經冇咗宮位，咁所以其實就算你話啱，我頭先翻咗就係話中國會俾所謂經濟或者財政上邊嘅一個協助俾俄羅斯，但係大家有睇呢個節目，有睇其他網台、其他啲 KOL 人講，中國自己本身都自顧不暇，你仲要插隻手幫俄羅斯喂，咁講啦，即係黑亞站會反對我咁講，但我做咗五十幾年人，我見盡咁多世上面嘅一啲我叫撲街啦。理性主義能唔能夠作為去思考世間上面一啲政治國際關係現象嘅一個唯一框架或者理論或者一個概念咧？我係好懷疑。這個我同意你咁講法喎。我哋成日咧假設咧，即係對方嘅諗法咧，尤其是大舉動啦、大決策出於理性嘅，咁呢個咧就太過狹窄啦。理性嘅嘢咧就係公開官方嘅文件咧就會咁講，
OK， 咁事實上咧，人咧係充滿咗理性同埋感性或者非理性嘅。咁佢有啲自私純咧係相當之複雜。啊，公佈嗰個就係理性嘅計劃，但係實際上咧，佢做咗好多唔理性嘅嘢。咁啊，佢唔會寫出嚟嘅。OK， 咁但係好可惜咧，有啲即係比較蠢嘅人咧，即係個形容蠢嘅人就話啊，即係 take it at face value，OK。Nominal value，OK？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太過狹窄，你唔好當我哋細佬哥咯。嗱，呢啲人咧就係好多都係飽學之士嚟嘅 ，OK？ 咁我唔知佢分析能力咧係咪真係到呢個咁低嘅水平，係每樣嘢要 lab science， 即係實驗室科學嗰個標準咧去衡量。佢啊有證據，有證據，有證據。人好多嘢咧，人係好複雜嘅，有啲係唔會講出口嘅。啊，只可以做，唔可以講嘅，啊，即係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喂，講到呢度啦，就阿黃偉國有冇書介紹俾啲觀眾？啊，準備咗啦，咁一陣間都會俾相關資訊俾大家嘅。啊，叫變異三黃星啊，係啦，變異三黃星。咁我咁樣show啦，show啦咁。你遮住你個麥就睇到啦，遮攞本書遮住你個麥，喺前喺。拎高少少，而家拎高少少，係見到啦啊！變異三黃色 ，the gods of 乜嘢啊？change，OK，the gods of change，OK。喂，點解要介紹呢本書咧？好啦，咁我放低本書先啦，喂，我都要講嘢。嗱，因為我哋睇世代變化咧，我通常都會睇一啲叫做外行星行得慢，或者甚至行嘅週期係可能係八年啦、廿幾年啦，或者各方面。但係因為依啲外行星喺沃特曼，同埋依外行星咧，其實喺占星學裏邊咧係賦予一啲，其實一個係影響集體嘅力量。譬如我哋講到天王星，一定會同極端啊、同科技啊、同革命有關啦、啊。講到海王星嘅就係同藝術啊、同門騙啊、同我哋叫做泡沫有關啦、啊。講到冥王星啦，我頭先都講到啦，就同毀滅啊。同一個死亡啊，亦都可以同戰爭有關嘅，或者甚至同重生有關，因為好多時你見到一個地方重建係一定會經歷過一個好似廣島或者係長期原子彈式嘅嗰個經歷，你先可以重新成為咗一個即係新嘅城市啊嘛。咁所以正正我介紹呢本書嘅原因。咁當然呢本書其實係好技術性嘅，咁譬如話都講到就係話冥王星同金星合相啦、或者其他星會係點？咁但係實際上你當係一本消閒書或者叫做一本我想透過占星了解多少少關於唔單止個人或者甚至成個社會，我叫集體點解會係咁咧？點解依個年代人會係咁嘅回應呢啲嘢咧？點解依國家喺香港啊、緬甸啊、或烏克蘭啊，點解大家民眾對現狀回應有一個咁大唔同嘅差異咧，各樣嘢咁唔多唔少我諗除咗係一個即係本質論嚟講，民族性有關啊，國民性格有關之外，咁其實另一樣嘢都會睇翻，即係嗰三粒星對於嗰國家盤嘅星造成上位，其實究竟對於整個國家嗰個世代或者當時嘅人會產生咩影響嘅？咁當然呢本書就唔係講政治或者叫時勢占星，呢個係比較多係講個人，即係無論有啲人就有啲人係失業啦，冥王星可能係一個即係家庭有一個好大變化，可能係有啲人離世啊，或者家庭破裂啊，或者如果講海王星嘅，好多時都會係同一啲譬如係如果比較正面的，可能是他對於藝術啊、創作有興趣啦。如果比較負面的，有可能有些人會經歷過一些可能是毒物叫做藥物上癮啦、吸毒有什麼情況。咁我哋會話人面對依啲情況，究竟是純粹是外在世界賦予俾我哋一些咁嘅經歷啊？但係其實我哋內心或者我哋成長過程裏邊嘅一啲經歷，或者甚至一些不愉快的經歷咧，係透過外在因素的一個叫做 trigger， 叫做促使啊，係令到依啲咁嘅遭遇會發生嘅。嗱呢本書就係、是有咁嘅視野，係咪啊？好嗱，而家我揾到呢本書嘅書cover 出嚟啦，係咪快咗啊？嚇，係好叻喎！馬上揾啊！你俾到個書名我就可以揾到出嚟噶啦。OK。
嗱嗱嗱嗱，大家去睇下嗱呢本書嘅廬山真面目就係咁樣嘅，叫變異三王星嘅英文叫做咧 The Gods of Change。OK， 咪講開易經好似叫做 The Book of Change。系啊，啊，但系有啲人就系易经易经啊，去易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个易法，就系叫做 The Book of Change， 就叫易经。咁呢本咧叫 The Gods of Change， 唔系 The Book of Change。OK， 大家可以攞嚟睇下。好啦，多谢晒黄伟国今晚啊，即系用个几钟头咧，就即系同我哋弥敦道证交所嘅观众系分享嘅。咁话俾你听咧，即系我今晚都好少讲嘢，讲埋啲都系废话嚟啦，因为。你啲人都係話你慢慢啲講廢話啦。我話俾你聽，有時做主持咧，即係而家我哋網台做主持咧，我係要兼顧埋咧嗰個畫面，兼顧實在太多嘢啦。咁我有時都會分心咗，就好難講到啲大家即係覺得係有深度嘅説話。反而我做嘉賓嘅時候咧，係可以咧，唔係暢所欲言啊，係冇咁多顧慮嘅時候咧，你就講啲嘢咧都可以好啲嘅。沈旭輝最近訪問過我，我發覺呢，原來被人訪問的時候呢，其實很自由的，很舒服的，因為你不用 是兼顧很多東西，由個主持決定了你應該走到哪裡，你就應該停，你應該說什麼，他引導你是做得很好的。就有機會大家看看，我是即調轉角色去做，不用那麼辛苦。好多謝黃偉國啊 ，OK， 嗱，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你捐贈嘅朋友咧，頭先阿 Grace Choi 亦都有捐贈啦，咁好多謝，多謝你哋，請你哋咧將我哋節目係 share 出去嘅，share 出去嘅，呢好緊要。咁而家咧，我發覺咧，我嗌咗之後咧，嗌咗之後咧，真係咧嗰個點講啊，訂閱率增加，收入亦都係增加咗，增加咗一啲嘅。咁仲有咧，大家幫下手啦。睇多一個至到兩個廣告幫我哋，咁啊可以即係都幾實際嘅幫忙。大家幫我睇多一個至兩個廣告，好唔好？嗱，今晚節目時間咧係差唔多噶啦，咁啊多謝黃偉國 ，OK？ 哇，即係再讚下你，真係好有品味啊！你屋企好靚，我屋企掃到出嚟正正啊，真係好靚，好有品味。都好屋企啊，呢個書架，我見你書架都好多書。係嗰啲係裝飾品嚟嘅，我唔係飽學之士嘅 ，OK？ 咁但係所以成日要揾你哋跟你哋學嘢咯 ，OK？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晚安，拜拜，記得睇廣告啊 ，OK？ 好。